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，看看微重力环境下水球的震动会有哪些有趣的现象。我先用注射器喷出空气，快速地冲击它。同学们看，水球的震动还是挺剧烈的。那如何可以减小这种震动呢？我准备向水球内加入一个空心钢球，看看会有什么现象发生。虽然钢球穿进了水球，但是水球仿佛有粘性一样，把钢球又给拉回来了。好的，现在钢球已经放置好了，我们再以同样的力度来冲击它。震动确实变小了呢，水球好像变懒了一样。同学们再看一次，这个实验告诉我们，小球的加入使流体的震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。